你的餐点正在制作中，我再也不敢点那一些。贝兹蛋糕，贝兹蛋糕，龙岩蛋糕，龙岩蛋糕。无游戏，你还在原位。各位观众，我是谁？大家好，我是凯洛。这一集是我们的地狱梗系列哦，也是地狱梗，这一集也是，可是这一集是地狱梗图这样子，啊、没有之前那个片的那么用力啊，没事。我觉得拍到现在地狱梗类型啊，其实通常都是影片真的是蛮好笑的哦，影片都不错啊，对，影片真的是可以选择的太多了，对，因为你不知道这影片要带给你什么这样啊。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比起影片图片，我们平常可能都会看到，对，冲击力不一样，太屌了，好，期待。来吧，在开始之前，如果大家喜欢地狱梗系列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个订阅以及喜欢。然后如果你们喜欢哪一个梗图，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讲。下方这一链接我有放 Discord 链接，你们想要投稿，不管是你们 IG 影片看到或者是图片等等，你们想要投稿请记得去 Discord 里面有专区可以投稿，不要再私讯给我 IG 了这样子。好，有那个 IG 可以，你直接贴给我，我不能先看好吗？好台湾向往日本的道路合适哦，台湾接手会变成这样子、啊、真的啊，确实啊，确实交通问题不改善，机车会超多，对啊。那这个路好宽哦，我们可以停机车。其实像信义区那边是这样子，没错。对，确实。你还是要想办法把机车的停车位的空间跟问题解决。对，可是确实会是往这个方向走。嗯。屯门一中学暴血案，亮山是厘米刀施袭，男同学多处中刀。哇，是世界啊！对啊，哇，熟悉的。那我知道是在哪里发生的。天桥。然后男主角的尸体在袋子，警方，警方，快点，快点走。我果然是没有呢，太可怕了，神作。又有艺人去中国说是中国人了，人民币很想法出征他，舔够卖台滚去中国，他们是五月天，但是胡瓜吧，阿信才不会，卷舌起来也好好听哦，不能音乐配音乐吗？他说他是中华民国的人好吗？哇，这有点涉及到政治，这个我觉得蛮好笑的。我觉得这个点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会双标这样子，对，确实没错。我觉得有一方面是因为大家会相信五月天应该是真的是对，我从客观角度来看蛮好笑的，我觉得卷舌起来好好听，很好笑，卷舌起来好好听，这样子是有一些房屋闹鬼，我在这住了274年都没觉得怪怪的、啊、因为你就是那个鬼，你就是那个鬼，原来是迪奥，小丑就是你，还是迪奥是不是？对，还是迪奥，我都想跟他一起住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真的有人影？有吗？啊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欸，好酷、喔，他真的有塞一个人影，笑死，啊、有趣，不错，有趣。UC0079才能达成的伟业，科学力第一的世界强国，在 AD2024先搞定了。虽然不能像 塞子那里成为钢弹，但成为钢坦克还是可以的。OK， 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而且刚刚看到第一强国，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德意志嘛，德意志的科学是世界第一，把自己改造成钢铁人。哦，尝试了一下素食主义饮食，每天吃三个素食主义者，现在感觉超棒的。哎、欸，素食，所以素食者吃素食是素食者，那我们吃素食者的话，那他也是素，这样算是吃素吗？不算。可是就像我们吃牛啊、羊啊，他们都吃草嘛。对，我们这样也吃肉。对，我们这样还是算吃肉。Oh, OK， 所以他懂， oh. 你知道什么？因为听说专门吃肉的生物，闻起来的肉味会比较重。然后他觉得，哦，他现在就换换口味，他就懂，对，哇，懂吃素食的，是妈妈的味道，确实啦，确实是妈妈的味道，对，是妈妈的味道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会笑的那一种，这不错，是妈妈的味道，感谢阿浩，真的阿浩，工人帮伯里克里斯雕像消毒，他在西元前429年因瘟疫而死，不觉得有点太晚吗？我也觉得有点太晚，是可以不用因为这样帮他消毒啦，不一样啊，我们怕他传染给别人啊，哦，对不对？都 OK， 对啊，我病毒可以。存活很久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存活啊！你看他们都有人在北极把那个地层挖出来，里面都有病毒了。我们还是把它放火烧掉好了。啊，可以放火，准。发现野兽其实是人类的贝儿、啊、和发现其实木兰是女人的李翔将军，你认为谁更失望？发现白雪公主其实还活着的王子，没错，王子难过，怎么还活着？怎么是活着的？没有，他没有要趁热，他要趁冰啊，趁冰。对，哦，凉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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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王子很可怕，对，不要跟他做好朋友。这是那个吉翁克哦，那可是这个梗也是对啊，这没梗啊，下一页他应该有别的章。以现在的吉翁克完全能够发挥100%，只要没有脚呢，脚只是装饰而已，上面大人物是不会懂的。这应该不是梗吧？应该还有一张吧？果然哦，今天是我生日，我只想要一个愿望哦，然后便接到这里。对哦，他先给我看吉翁克，对，先给我懂了，先给我看吉翁克长这样，哎、欸，其实蛮帅的，对啊，很帅啊。而且你在买模型的时候，其实是他。它后面还有出有脚可以装的哦，其实原本设定就有了。我们不需要脚，脚只是装饰。对，脚只是装饰。我发现如果把鸡块竖着摆进空气炸锅的话，可以塞更多的鸡块。兄弟们，我发现一个节省墓地的好方法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是不用这样节省墓地啦。现在已经是烧成灰了，放进都已经放灵骨塔了，都已经放灵骨塔了，你们还要他勉强干嘛？摆鸡块，我都已经放灵骨塔了。可以这样摆放，好，乱长根哦，无量空处改，这张怎么没有在之前那一天？这一张怎么没有在咒术梗图里面？这个是最好笑的，怎么没在里面？我会赢哦，无量空处改，对啊，我一秒钟可以发动600多次无量空处，可以，哇，这是下盘抖一下，就跑一次，哦，我知道，你再给五条悟一个尊重，对对对，给五条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，对，可是你有笑吗？有笑，我他妈让我喝，让我喝，来吧，来吧，耶、yeah ！哇，好苦、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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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洗那咕咚咕咚咕咚咕是哒哒。好的，快坐下。嘿，我们在拍片，等下关了我就可以了。哎，不关，那我先。当你终于忙完三点盘了，当你听到天上传来一声神罗天之，好惨啊！好惨的难过的表情，刚还完车贷房贷，神罗天，这应该在他们那边应该算日常。是我整个搬离木叶忍者村。对啊，哇，自然骑得很糟哎、欸。对，妈的，搬去那个什么误人杀人忍者村，应该骑自然都还比较好。对啊，那个一天到晚大蛇丸次数太多次了，太糟了，干妈的。你想想，其实主角群他们根本就是在恐攻的情况下长大。对啊，没错，木叶忍者村就是随时处于在战争时期。对，真的是，就连那个后来和平时代也一样啊，对啊，如同一点都不和平，真的。神罗这家里直接消失，直接头发。成长历程，幼年体、青春体、成熟体、大体，哇！刚好我推最近刚出，哇！这个哇，真的是大体哦，真的大体，太可怕了。哪一个你都知道是谁吗？第一个我不知道，二三四知道。第一个是九宝同学，有一部恋爱番的。哦，我看一下哈，让我瞄一眼啊。这我看漫画，你知道要去哪里找自来也吗？海底捞。海底捞确实，当初自然也没有复活，其实就是因为他沉入海底找不到尸体，没有 DNA、啊。对 对，因为他沉下去了。哦，是这个梗。哎、啊，你前阵子有看到蛮流行的那个吗？有人自己剪辑，自然也要被干掉那一段，然后鸣人登场。我没有，没看过。最近超流行的，就是鸣人后来就打赔赢这样子，然后他就来阻止，然后就说哇，现在想要看影片都自己剪就好了。哇，真的。如果跟穆斯林讲话不正确，正确，越怕爆炸。我跟我妈讲话都没这样啊，我们家回教啊。哦，对耶。对啊，你什么时候多了这个设定？我一直都有啊，知道。那你可以妈讲话？没有，就正常讲。然后911事件，然后隔天我妈说：“你们回教干嘛这样？”我妈超生气。不过我们外婆家都有那个挂毯。哦，酷哎。然后那个、是哪个神啊？阿拉。阿拉哦。对啊，阿拉。然后就还有那个经文啊。所以你会？我不会，我跟他们去过几次，清真寺。就一直到去年中我还跟他们跑过，就偶尔去一次的概念。毕竟看太多了，你偶尔要去洗涤一下。没有，跟着没玩，就是他们要去，然后我就顺便几根这样子。对，不行，你要洗涤一下。下次去现在是拍地狱梗。我女朋友叫我把她当公主对待，所以我把她嫁给一个陌生人，来强化与邻国的同盟关系。哇操，真的是公主哎、欸！哇，是公主，因为要政治婚姻嘛，对不对？政治联姻。哇、哦，你就是公主。那你男朋友做的蛮好的。我怀疑她男朋友是牛头人哦，喜欢看、这个、喜欢这样子，对，喜欢、这个、就喜欢这位，没错。罗密欧与朱古力，因为那个、啊、后面都正确变黑色了。真的是长这样吗？对啊，就跟那个小美人鱼一样啊。看1968的很正哎、欸，你打罗密欧与朱丽叶，然后空格再加2024，要不然会找不到。里奥纳多有演哎、欸，1968的第一张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酷吧？太黑了吧？不行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太过分了，太过政治正确了这样子。我觉得男主角很 OK 啊，但女主角这样很不 OK。1968好正哦、喔。对啊，1968选角很猛，其实三个都很好看、啊。对啊。
三个都不错啊。2012的也很，真的是没必要哎、欸。我觉得他们反而这样才算歧视，他们觉得没有做是歧视，其实他们这样才算真正的歧视。像 Ubisoft 的，他们最近不是出一款游戏呢，用黑人教条，对，然后用黑人当主角。对，我跟你们讲，那个游戏一定超好，为什么？我可以用黑人去杀日本人吗？哦，是这个角度。那你知道，就 Pokemon Go 他们把所有的体型都更改了吗？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他们把全部都变成那个丑啊、肥啊、胖，然后他们直接少了1000多万的玩家。他们应该要改回去喽。对，他们说只有未改。看看这台电视与洗碗机的大小对比，原来洗碗机是这个女人啊！哦，洗碗机大小，他是洗碗机哦，真的差蛮大的，差蛮大。好大，65寸。那你家的洗碗机呢？没有，我家是我。好、哦，那你要先在旁边180公分，180。好。20余年的闭门造车，我终于完成纽约市中心的乐高拼图。我有个坏消息告诉你哦，双子星它因为20年已经，对，双子星它已经爆了，对，白做了。那没事啊，我们可以拍第二部影片啊，飞机这样，飞机啊，直接撞到那上面。那不用花多久。1945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哎呀，去看看好了。广岛长崎被投放2枚原子弹，好衰哦、喔。我觉得蛮好笑的，不错。其实我觉得不错、欸，这很地狱。因为有一幕大雄真的是那个，哦，就是反光很亮，对不 对？这样搭配其实蛮不错的。然后变移到人影。哦，看一下历史，1945。哦，算了，去看一下好了。没血，没血，去看。台中不是人人有枪，怎么没人开枪反击？进捷运站时不是有告诉你请进站？难怪台中捷运都是拿刀。哦，对，你看都打进站。哇，那他们很守规矩呢，那个副本都有守规矩。一定要的啊，一定要的啊，会有磁条啊。哦，对，你是台中人嘞、欸。对啊，我台中人啊，都会有磁条啊。会有磁条、啊，对，侦测这样子。然后那登录进去的时候，那双眼会看你会检测你有没有装备。有没有远距离攻击？对啊。OK。我还驾驶5条老师，为什么？这应该放在咒术回战梗图啊，真的很像，他真的很像定真。因为定真寺也是那个发型，对，真是，然后年纪也差不多，对，你的餐点正在制作中，我再也不敢点那些贝兹蛋糕，熔岩蛋糕，哦，那个巧克力熔岩蛋糕会流出来，下一位，超饿，那个现在正在吃饭的各位。腰腿丁，德国供应堪称世界第一烟。就数据显示，他们所设计的桌子可以大大提升学生读书的集中力，让学生心中毫无波澜。哇操嘞，真的是毫无波澜，好猛哦！我觉得这个梗厉害的是，它有万字嘛，万字，然后就谐音梗这样子。台湾就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，台湾真的是不放过任何谐音梗机会啊！如果今天这部影片突破2000喜欢，我们就专拍一集谐音梗。好，对，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对，我们就是互相各实体谐音梗。然后用念的给对方哦，然后再来是哪一个被改，然后是哦，我觉得就看逗对方笑这样子，好，然后看分数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进行谐音梗大会评分也可以，好。哎，没了。哎，我觉得今天不错，整体来说有一些的水柱蛮不错的。对，我觉得大雄那个不错。哦，这张。然后还有，应该前面我记得还有一个，我笑蛮久的。哦，这个神龙天真超棒的，不错的。这种事你要想象一下，你在那个情境之下，你刚还房贷走出来银行，然后你听到神罗天真四个字，而且我有那个。那你有看见？哦，我有配音的特效。那你喜欢哪个？我吗？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不错。啊，确实。瘟疫嘛，瘟疫啊，赞，好赞，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这影片，欢迎在下方订阅喜欢，那别忘记订阅凯罗频道，然后按照我们的粉钻，支持我们是贵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